叫冒烤鸭腿，那个烤鸭腿我特地没让他给我切烂的，那个通在汤里泡。全麦吃这个，这个烤鸭腿你先吃吧，来，哦，你再加一下红油 ，OK， 给你蘸一下。我是真喜欢这个冒菜的烤鸭，你能吃到那股烤焦的味道，又能吃到冒菜这红油香气，嗯，啊，就得要这样吗？大冬天的，我说实话就得来这样一顿，你们说是不是？哇，还有一只鸭腿呢，欢迎你吃了，这个该我吃了，算了，戴个手套吧。说实话，吃饭的钱还真不能给你们丢人，是不是？吃个冒鸭腿。我先点的是中辣，因为我在挑战自我。哎呦，真的，冒烤鸭里面的烤鸭只有鸭腿才多。真的有人会不喜欢吃冒烤鸭里面鸭腿吗？我差点忘了，这里面还有一只大肘子，你们看一下我的虎皮肘子。哦，你们看这个虎皮肘子，哇，这脱骨了，我天，太怕软了，我直接拿筷子吃吧。这肘子在这个红油汤里泡起来，真的难吃。看它直接，我想啃的，不要浪费了。后面还有肉，这么两口饭我都对不起这个饭了，不过我肚子饿了。这虎皮肉这样放里面煮，真的牛好吃。我感觉这个皮比肉还好吃。哇，真的好好吃！再来一个美乐杯，哦，美味的可口可乐，我爱的大杯，干杯！这也提一个。啊，这样吃真的爽。我跟你说，有没有可能你现在你朋友就想请你吃这样一顿冒烤鸭，但是他碍于面子不肯说出口。哎，毛肚，这个肘子我个人觉得它的灵魂其实在于皮，这肉不会反而有点柴，但这个皮的部分，哇，真的俩字儿，一口直化，肘子的关节部分出来了。其实我今天这边有点口腔溃疡，但是我已经麻木了。你们说，点冒菜最需要的是什么？那必须是泡面了，是不是？这泡面再到红油汤里一泡，这能不好吃？差点忘了，我还点了酥肉。他这个猪肉吃他们店小吃，但是我直接让他给我放冒菜里了。你们都知道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吃油炸人，但是我觉得冒酥肉会比那个小酥肉更加好吃。哎，我想喷。啊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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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朋友请我一喝一瓶饮料，借花献佛给你们好不好？好吧，给你们喝，来借花献佛。哎，还点了火炬鱿鱼呢，泡一下。给你们吃，这火炬鱿鱼放在冒菜里一般可以不理。我说实话，今天这个中辣一点都不辣，就是有点舌头痛，别的都没有什么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我可以。哎，闹鬼了！这只鸭子居然有三条腿，我记得我已经吃过两个了呀。时间回溯了吗，家人们？我觉得这个冒鸭腿那个皮，我觉得是最好吃的。真的炸，来两口饭。为什么尽管我现在很热，但是我依旧不脱衣服，因为我这里面穿着白衣服，我怕把白衣服弄脏了。怎么样，这牛肉，牛肉真的香。差点忘了，还点了个肥肠呢，往汤里泡一下。嗯，冒菜里面可以加肥肠，因为肥肠的肠壁会是这个汤汁，而且最关键是红油的香气会盖过那股肥肠的味道。哎，你好。好巧好巧，这一点微辣，它中辣有点小辣。对对对对，有点小辣。如果你吃不了辣，可以点微辣就好。但你们知道，对于我这种真男人，中辣也不辣，就这儿。
真不辣。杭州十大悬疑。